安敏，方便拔济。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如能安敏一切有情，作如是请。谛听，谛听。我今为汝略说拔济众苦方便。善男子，有世尊，名灭恶趣王如来，应正等觉，为欲利乐诸有情故，说陀罗尼，令众诵念。陀罗尼曰：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哈，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哈，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至诚礼敬灭恶趣王如来，应正等觉，受持此咒，万四千劫常忆宿命，所在深处得丈夫身，具足诸根，深信因果，善诸技术，妙解诸论，好行会施，厌舍诸欲，不造恶业，离诸为不，具正命慧，众所爱众，常敬善友，恒闻正法，求菩提心，诚无暂舍，以诸功德而自庄严，具善律仪，不诸恶业，恒无匮乏，调柔乐静，于天人中长寿快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终不退于十道彼岸，常愿利乐一切有情，诸所修行非专自利，在所深处常得见佛，护持正法，欲贤圣众，时薄伽梵说此经已，身闻菩萨及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陀罗尼经，这个拔济苦难就是要超拔，要救度迄个痛苦、困难的众生，地下几道畜生道破病的人，诶，这个经典。那这部经嘛叫做《殊胜福报往生净土》的经典。你呐念这部经，迄个受苦无福报的众生，叫殊胜的福报往生极乐世界，妙喜净土。这个经典有要紧吗？足要紧的，所以各位爱点来念。其实这个灭恶趣王如来嘛，是不懂佛的显现。一个叫极净相就较好看，一个叫愤怒相，要来调伏幽静，太重要了。因为这个世间杀业足重。那么传染病、地震灾难特别多，然后呢，痛苦的众生特别多，要消毒这个世间的恶业。伊就讲这个咒语啊，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舍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梭哈，舍达尼，舍达尼。沙瓦巴波必修达尼，须得必须得，沙瓦伽玛必须得，
梭哈修达尼修达尼萨瓦巴婆比修达尼须得必须得萨瓦伽玛必须得梭哈。
勤尽此云供，供养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僧，供养三根本，供养三根本，以轮涅尊，以轮涅尊，集资除障，集资除障，祈求慈悲度，欢喜满足，欢喜满足，祈求除障碍，祈求除障碍，慈悲回向，慈悲回向，六道诸众生，六道诸众生，祈愿离苦。获得一切乐，一切轮涅众生，故无言，祈愿三轮清净，解法界。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